其实现在这个转型创新呢，已经成了一个大的趋势，嗯，而且它也带来了一个大的市场、大的竞争的一个平台，嗯，这个比如说这个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，嗯，这个潜力非常大。现在这个可再生能源，我们除了光这个光伏发电、这个水力发电、这个风力发电、潮汐发电，还有这个生物智能发电之外，现在呢，嗯，又有了一个氢能，氢能就是绿氢，嗯，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产生氢。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呢，就是循环经济，那潜力也很大，它又造就出一个新的产业，带来新的就业机会。真正要技术创新，它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。另外呢，还要制度创新。